四面佛在泰国人真正被称为胎棚，他曾是婆罗门教中的一位神明，与佛教一体推扬慈悲喜舍，而胎棚的诞辰也众说非一，在不同的典故记事中也有不同的说法。在甘镇纳富拉那典故中，传说帕棚分作两部，一部诞生为男性即四面佛，而另一部诞生为女性，称为帕沙勒沙瓦里，后合作建造神仙、凡人、动物、魔鬼及各种树木，这恰好与基督教中的创世论相同，犹如亚当与夏娃。佛爷是有求必应的慈悲公正佛，从众人口中得知，在四面佛面前求慈最为灵验膜拜，许愿心诚者大多数都能喜得贵子，今年许愿隔年就会有喜，事实一到就得有恩报恩，还愿就更为重要。据说四面佛最憎厌的就是只求得不知报的小人，四面佛会用他公正的法力去惩罚这些贪婪者，而在许愿时能以一物换一物的说出如何还愿，愿望就更快会实现。是四面佛的严辰日，传说四面佛的佛龄已有了100天年，四面八手，各种神器让他掌握了人间的富贵，拥有至高无上的法力，慈悲仁爱公正博爱的四面佛，是一般民众信仰尊敬及心灵依靠的中心，到神坛来祭拜四面佛祖的人，男女老幼、贫与富及任何行业都有，膜拜了四佛祖后会让人平安如意，在这充满了私人烦恼经济困扰的世界中找到一份心灵的依归。